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啊！我们现在玩的叫《空岛生存之天空之城》啊。现在我变成自由人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有很多小伙伴是这么说的：火焰呢，我想跟你玩，然后呢，你一直是那个敌方对面的。然后我说那没办法，我只能是敌方对面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我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完了这个问题吧，很长时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只能是两头都是朋友嘛，是不是？我两头帮忙，两头需要什么帮忙呢？比如建个什么刷石机呀、啊，我就帮忙建刷石机。如果要是那个什么的话，建刷怪塔的话，我就上那边去建刷怪塔。我就是个自由人，听明白啥意思吗？然后你们两边需要帮助，我都去帮去。PVP 打开，你去买挑战书去，听不懂人话吗？钻石镐烧没了，那活该吗？那不，钻石镐烧没了，你自己烧的，不是我给你烧的。好吧，那我得做一个刷石机搁这儿是吧？刷石机的话，那我看看啊，有岩浆没？咱们去买挑战书，你爱挑战谁挑战谁。什么 PVP 打开？ PVP 打开是我见到挑战书了才能把 PVP 打开。听明白啥意思没？能不能按规矩来？可以打架，对不对？可以打架。你整个挑战书，你瞅谁不顺眼，你跟谁干都可以。没有挑战书就别烦我。啊，那我先去干嘛？我看看啊，漏斗。我现在得偷那个，我去上那个塔里边去抢那个去，买挑战书。你买挑战书，你可以挑战任何人，三个钻石。OK， 我看看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把这个重要东西放那儿啊，然后我得铁锭，这样呗。OK。在哪儿说？什么叫在哪儿说？这边有挑战书，或者你给我三个钻石也行，然后我就让你挑战，你挑战谁就挑战谁。这一次挑战的奖品是下界合金靴子啊，合金靴子，咱们按正常的来，行不行？就像你瞅我不顺眼，我瞅你不顺眼，咱们可以擂台上见，是吧？别搁那儿像个流氓似的叫嚣，你咋的？你瞅啥？有意思吗？你钻石镐没了，是你自己烧没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看我这一身合金缺钻石吗？那你可以不接受，我干不了活了，那就整个铁的呗。你去塔那儿看看，血梦啊，你去那塔那儿看看。OK， 空气你好像没有合金靴子，那我去掏去呗。这谁呀？啊，血梦啊，上那儿去掏去啊，不过有生命危险啊。挑战瞅谁不顺眼可以啊，找去啊。 PVP 模式可不可以打开？可以，你得有挑战书，没有挑战书就别搁那叫嚣。不是，你想想办法呗，有点危险呢、啊、我去掏去了啊。哪个字不知道啊？这儿啊，哎我去，怪，哎这么一，哎我这什么剑呢、啊、我一下就能干死啊，这次吗？哎，给了我一个，我需要十几个呢。我是掏你啊，慎总啊，你小心点啊，你别给干死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你别跟他瞎掏，这个是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慎总啊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掏了七个，我赶快走，这边有个回去的啊，大哥，我跟那掏你，你跟那招别的怪，你什么意？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好，给七个，我又能做一个了啊！我先，我死了，我看看啊，刷石机，我现在得做三个漏斗。小伙伴说需要三个漏斗的刷石机，那我就弄个三个漏斗的呗。我看看啊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啊，箱子呢？啊，箱子有，我再做个漏斗，还差一个漏斗，是不是？还差个漏斗。那我这个东西还得往那儿放啊，家人呗，都搁那掏你搁那。我是不是应该再放点刷怪龙啊？我瞅你们过得太滋润了。
两个还差一个，我再去掏一个，我把这个放那儿。这没用的放回去啊。骨头来一点，腐肉能卖钱，腐肉也能卖钱，这骨都不要了，这个可以。木中啊，你干啥呢？快去发展起来，你瞅谁不顺眼，你去搞点钻石，你跟他拼了。咱们是有 PVP 模式的啊，再放几十个刷怪，那别人还玩不玩了？你干得过，别人打不过呀。我还得去掏一个去。哎呦我的妈，有怪呀！我又死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，这个我打不过呀！哎呦我去！你这回血也不行，我真害怕呀！把他打死，掉钻石剑，把他打死。你捡吧。你捡吧，胡萝卜，我得去弄一个铁锭，我就差一个了。空气啊，我弄个铁锭，这个好像最里边那个，这个是 ，OK， 捡了三个，我走了，我的妈，快跑！小西瓜挂了啊，小西瓜被僵尸嘎了给。还行啊，这边的小白都不是弓箭的是吧？点这个回去啊，点这个回来了。木中，你还搁这杵着干啥呢？快玩啊！终于攒了点家底儿。那个塔就是富贵险中求是吧？OK， 这也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得开始做那个了。岩浆有没有啊？说那么热闹啊？岩浆怎么卖啊？有卖的岩浆。石头啊，石头换岩浆啊！我这个人就这点好处啊，我记性不好，所以我当辅主设置的东西，转过头我就忘了。腐肉到底换不换？腐肉换呐、啊，你自己去看去，那边有换的。那我得设计一下啊，漏斗我还没做完呢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这样。三个漏斗，那个岩浆有没有啊？血梦啊，你不让我整三格的那个什么吗？刷石机吗？你那什么有没有啊？我看看啊，那得，我看看啊，岩浆得需要，那这个位置吧，应该，我得去研究研究啊，怎么弄啊？我看看啊，这个我得拿一点，行，这样。OK， 没有岩浆你让我整什么玩意儿？那就是三排的话，这个上面啊，这个岩浆得是从这儿下来，那我得把这补上，你再往里点吧，这样呗，他得这样啊。OK， 好麻烦呢。他要做一个岩浆，然后呢，岩浆从这儿下来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边是打的，这也是打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个木头，我看一下啊，三排的是吧？最好是一桶岩浆就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这样呗，我看看啊。是这样吧，从这儿下来，然后呢，这边得抠进去一个，抠去三个。我去，这怎么是木头的啊？然后这边都得放水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OK， 然后这边是漏斗，这边是箱子。OK， 火焰，你当它不存在行不？可以挑战，我不说了吗？你去买那个挑战卡去，可以挑战。你回直播间行不行啊，大哥？整像我不理你似的，我一直在说话，你一直不理我。回直播间。水往这儿放，然后呢，我把这儿刨掉啊。OK， 要不然就木头给烧起来了。
这样，然后这样。目中啊，我不说嘛，可以打架你们，不过得公平公正的。回了，回直播间了。你花三个钻石，你可以挑战任何人，听明白啥意思吗？你可以挑战任何人，没问题，你揍谁都可以，你挑战就完了呗。三个钻石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是这样吗？然后这边来个木头，把它刨了。那你回来吧，啥？我是自由人，自由人的，你们老折腾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也是你们一伙的，也是他们一伙的，听明白没？这边最好是弄一个黑曜石，黑曜石比较好一点。行，然后我把这壶整啊，省得凿了。差不多是这意思。这房子这么盖啊，这容易点着哎。我是自由人，你们需要帮助，你们跟我说。他们现在要个刷石机，听明白啥意思没？烧的石头有没有？我去买个岩浆去。烧的石头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那个绿队啊，给我整个岩浆呗。你啥也没有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们啥也没有，我怎么弄啊？这三层的应该是没问题，这边放岩浆，这边一放上水就差不多了，这就完成了。那个黄队需要什么帮助你们说啊，给我搞个岩浆行不行？我饿死了，连饭也不给吃。那火焰你跟他们一组吧，我是自由人，你们别管我行不行？我爱帮谁就帮谁。整个岩浆不行吗？这板子拿过来啊，我弄点水。火焰，我们要自动炉子，等一会儿，你们攒材料吧，等一会儿我去帮你们去，这边我还没完事呢。这不挺好吗？两边都能帮，我不要自由人，你管我呢？你管我干啥呀，空气啊？要不然就是好朋友，要不然就敌人呗，是这意思吧？你缺德不？这不挺好吗？你们两头都能帮，拿我们东西帮他们，我不会的，你不知道我啥人吗？我不说了吗？让他们准备材料吗？木中啊，可以帮你们啊，你们自个儿得准备材料，我也帮你们准备材料，我不会把敌对方阵营的材料拿到另外一个敌对方那儿去啊。OK， 再来一个三层的三个漏斗的刷石机，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插一个岩浆，你们搞个岩浆呗，绿队啊。这样我既是哪个队都不是，又是哪个队都是。因为很多小伙伴说，回应我想跟你玩，你老是在对面那一队。啊，完事了，插个岩浆了，伙计们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开刨了，得这样好像得，这第一格啊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有没有啊？不是，给我换个岩浆不行吗？你们干啥呢？得烧的石头才能换那个岩浆。妈，这得挖到啥时候？把这个岩浆拿走不行吗？容身之地，上那儿挖去呗。容身之地，上那儿挖去呗。岩浆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掏不出来呢？容身之地啊，我上那边掏去了啊。我掏走了啊。我掏走了，搁那儿呢。那边有三排的，刨的快点，怎么刷怪了？ OK， 这不是三排的吗？行不行？挖炕啊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使啊。完美。可以，然后我把这糊上就行了呗。这么糊还行不行啊？这样，差不多吧。我看看行不行啊？完事儿了，伙计们，这边就完事儿了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完事了这儿。哎，我的妈！这样反正省心呗，是吧？照这个再做个几个就可以了，把这去掉啊。行吧，大概造型就是这样啊，一桶岩浆是吧？三格的，还可以吧？嗯，行行行。